香喷喷的油饭、卤到入味的猪后腿肉，以及略微炸过的咸鸭蛋，再加上干贝等丰盛馅料，粽叶包覆绑紧，就成了一颗颗美味的北部粽。肉粽有两种，我们今天包的是北部粽，北部粽里面有糯米、金钩虾、干贝、后腿瘦肉，还有栗子、莲子、咸鸭蛋。我们北部粽吃起来口感比较 Q， 味道比较香。因疫情，这家位于基隆市区的知名老牌饭店首度推出肉粽外卖，希望争取端午节传统吃肉粽应景的商机。今年呢，我们也顺应着端午佳节即将来临，那饭店呢也特别第一次推出这个粽子的部分，那都是我们主厨严选的一些食材。好，那一推出呢，我们就是接获到我们民众非常大的一个回购率。除了今年首度推出的肉粽产品，还有外带便当、盒菜及罐头礼盒等，其中这个九宫格便当就很受消费者好评。北都的这个九宫格那个餐盒，它是我看那个所有饭店餐盒里面最特别的，然后味道又非常好，然后因为我吃过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就想要再来买。业者强调，今年疫情比往年更加严重，消费者不敢内用下，饭店营业额直接下跌90%。不过老板不忍心员工放无薪假，因此特别开发多种外带及外卖产品，希望维持员工基本收入。因为今年的疫情可以跟比往年真的可以说是比较严峻，因为今年政府也没有发布三级的一个升级的防疫的部分，所以今年我们的民众呢对防疫的这个部分呢、也都是自我提升到四级，可以说都不敢到餐厅来做内用，所以饭店为了要维持固定的一个支出，还有我们员工日常的这个生活开销，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开发了这个外带跟外卖的一个策略。对于佛心老板的做法，员工都很感恩。大家都很感动，因为老板说每一个员工都需要薪水，大家都有家庭，都需要这一份薪资，所以他就考量到大家有工作，所以希望说我们会撑过这个疫情的话，大家会度过这样子。业者坦承，外带外卖所能带来的收益有限，目前只能咬牙苦撑，期盼这波疫情能尽早结束，让饭店营运恢复正常，消费者也能在饭店餐厅开心聚餐，享受美味料理。记者张启腾，基隆报道。